暖片台湾全球友善 No.5 阿妈热心指路，却一起迷路。根据线上订房业者的调查，台湾获选为全球第五名最具人情味的旅游地。台湾女婿无缝接访外国朋友，一探他们受台湾人帮助的事迹，尽管彼此语言不通，还是会尽力帮到底。无缝就爆料，之前为了找地址求助当地的阿妈，没想到阿妈用尽全力协助，最后两人竟一起迷路，让无缝大笑，真的很可爱。虽然台湾被许多网友戏称为鬼岛，但外国人可不这么认为。一位加拿大人大赞台湾的路标很友善，街友标是英文翻译，身处在人生地不熟的异地也能方便认路，就算迷路也不必烦恼。来自墨西哥的朋友就曾经爬山迷路，向台湾人问路，但见他人困惑方向，干脆直接陪伴走了十多分钟。反观在自己家乡，他笑称可能只收到一句祝你好运。台湾浓厚的人情味，不愧是最吸引外国朋友的地方。